就这烂菜叶子还想骗我钱，你看这烂菜。阿姨，这些都是净菜，就你这菜还干净，你看这是人吃的吗？你们这些年轻人整天就知道欺负我们这些没钱的老太太，把你们老板叫出来，我要投诉你。怎么回事？把你收拾了。切，想占我老太婆的便宜哪有那么容易。你这鸡排还吃吗？阿姨，这我刚买的，还吃吗？哎，乖，好吃吧？这么多盐。我吃好久了，货呢？哎呀，这得扣我多少钱呀？我货呢？你这得扣多少钱啊？这俩月工资都没了，你谁拿我的货了？电费这么高，看我现在让他电表倒着走。没电了，我咋又停电了？抖音。